蔡嘉欣上次拍大澳 staycation 拍得咁開心，所以將你列入為我的新旅伴。哇，好榮幸可以做到你的新的 travel partner。 不過不知道我們何時才有得飛呢？今天我就帶你體驗一個飛的全新的體驗，當然還有其他的體驗，包你開心。但是我沒有帶 passport。 不需要 passport 的，只要你不畏高，跟我來吧。好。哇，這裡呢咁似平時嗰啲航空候機室嘅 lunch 嘅。呢間酒店啊，係全香港唯一一間有直升機服務嘅酒店嚟㗎。咁耐冇飛，咁梗係飛下啦。同埋呢個咧係以航空為主題休息室，可以重温一下咧香港航空嘅歷史啊。不過咧，我以前飛就飛得多啦，但係航空界嘅歷史咧又真係唔係好知喎。但我而家咧都係心急，想快啲飛多啲啊。唔使心急，隔離就係停機坪啦。喂！好，即刻去 ，Go Go！ 今次我是第一次坐直升機嘅，所以我是很緊張啦，同埋我本身都有啲畏高嘅。不過咧，搭直升機梗係去啦，係咪先？咁耐都冇飛過，所以一上到機咧，聽到機長一開聲，我係所有去旅行嘅回憶完全係翻曬嚟。在天上面睇咧，發覺香港嗰個海景咧真係好靚，尤其是海嘅顏色咧係即係藍綠藍綠啦，有好多綠色嘅山啦，成個 picture 咧就係好靚。完全係維港坐腳下嘅感覺，冇錯啊！而家咧勁有旅行嘅感覺啊，尤其是頭先機長話 ，Are you ready to take off now？ 跟住仲要問我哋 ，Are you ready？ 咁跟住又 ，We are ready！ 坐完直升機咁刺激，翻房嘆下冷氣，降下温先。聽講我哋間房又大又靚又豪華，仲有無敵海景，諗起都興奮啊！哇！好正啊！無敵嘅大海景，同啱啱咧喺直升機上面望落去咧，係完全唔同感覺噶。相信今晚咧都有另一種感覺。會嗱，咪住先，睇埋間房，過嚟。哇！超大張牀啊！哇！哇！好舒服啊！哎，話時話嚟酒店 vacation 點可以唔食下午茶噶？係，不過我而家好攰喎，幫我舒服埋一陣先啦。都好。呢間酒店嘅下午茶咧又出名又經典啦，好多名人明星都會過嚟食下午茶噶。好彩咧，我今日咧特登著咗一條靚裙嚟襯翻呢度嘅環境，順便咧去打卡添啊！不如我哋快啲食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呢一嚿咧，我見佢啲青瓜咧鋪到咧好似啲中式圖案咁咧，好靚啊！而且咧，佢係中間我見到都係有一啲 cream cheese 同埋青瓜嘅層啦，幾層喺度嘅，好好味啊，好 fresh 啊！因為咧，而家呢個季節咧。天氣咁熱，其實食呢啲青瓜啊 cream cheese 係會覺得好清新啊！嗱，咁我呢一個咧就係哈沙律牛油果多士啦，就非常之好食嘅，同埋咧係食落去咧係真係有一種好清新嘅感覺，同埋咧好似食落唔會漏啊，因為通常沙律啊係嗰啲比較漏少少啦，但係擺落去咧係真係非常之好食嘅喎。好開胃啊！食甜點咧，我見到呢個甜點我已經忍唔住要食啦，呢一個咧好靚啊！呢一個咧係一個 passion fruit 嚟嘅，即係佢係都係一啲好夏日嘅味道啦，而且咧佢一個大 mousse 咧，中間再包住一個小海綿咧，同埋一個餡，所以都好適合而家呢個季節食啊。嗱，我呢個 cake 咧就係咧上邊咧個 mousse 咧係咖啡嚟嘅，咁呢一個就係一個白色嘅蛋糕啦，其實非常之精緻，你見到佢係真係好似一個藝術品咁樣啦，上邊咧就有啲裝飾啦，咁我試下個味道先。好濃的咖啡的味道的，是有一種淡淡的咖啡味在口中，完全是非常清新和很醒神，我覺得吃完之後。我們今天是可以上一個香水體驗班，應該要怎麼做呢？你知道現在大家都去不到旅行，我就專門
設計了四個不同的味道咧，就俾大家，咁就代表唔同四個唔同的地方啦。咁而每個地方咧都可以代表某一個心情嘅。我幾中意呢個喎，呢一個咧係亞馬遜森林，咁係一啲好似木咧，好似森林嘅味道嚟嘅。因為我自己咧其實都係好中意去啲郊野嘅地方。我呢個法國嘅一個玫瑰係一個花香嘅味道，我覺得係比較法國俾人感覺好浪漫啊，好清新嘅感覺，所以我都揀咗呢一個。咁我哋跟住咧，其實就會係有七個唔同嘅個性香調，就憑你直覺去揀三個你最中意嘅味道，咁然後我哋就可以擺落頭先你中意嗰地方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你哋自己專屬嘅香水。呢、這個我好中意啊！呢、這個係一啲木味啊，一聞就聞到啦。我會揀呢個十六。係啦，呢、這個十六其實真係木調嚟嘅，咁係叫做廣藿香，咁佢感覺有少少叫做 earthy woody 啊，即係啲泥土式嘅木調嗰種。咁木調其實俾人感覺就代表一個好可靠啦，同埋咧都好落地嘅個人，係啦，唔會太過飄忽嘅。F 廿六我都幾中意嘅，即係佢係一種淡淡嘅香味，即係唔係話嗰種好濃烈嘅味道。F26 嚟講咧，就係、是代表 freedom 嘅意思，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海洋調，咁亦都幾中意無拘無束啊、自由自在嘅感覺。好香啊！我好中意呢陣味道啊！呢陣味道係一啲花香嘅味道，你聞下襯唔襯我？好女仔啦，同埋聞落去係好開心咯，都知道我係一個可能人見人愛嘅。你咁都好笑女仔，我就唔好意思講出口啦。除了香水體驗班，這個朱古力裝飾體驗我就最喜歡了，未食已經 feel 到甜蜜蜜啊！女仔咧真係好難抗拒朱古力㗎！哇，完成！耶，唔該曬 Lisa， 好多謝曬。其實咧，我覺得 station 咧有得呢啲裝飾朱古力真係好難得啊！朱古力控咧一定啱曬。